答错的时候就可以很快。其实我们如果下来选，可能会选很久。那你出题目来，各位老师麻烦你们现在把牌卡面向我后面这里，好不好？那我们来过来看看，你有看到大家秀的答案吗？大家可以把牌卡转过来，给后面的老师们。然后你就会发现，怎么样？这个人他的答案是对的，或是错的。对的就是绿色，错的就是红色嘞。有没有老师可以借我一下？行吗？他的答案如果是。他答案如果是对的，那就会出现绿色；他如果答案是错的，就会出现红色，有没有？
其中载具的教学使用很有兴趣呢，就可以把这一个列入到你的小工具里面，对不对？考进去之后就会惊叹你行动教室。好，我可以回来我的猫罐了吗？这个是第二个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小工具。再来，我想要介绍大家这一个线上白板软体。刚刚我们在那个网页上面啊，在我们的智慧教室的这个设备已经有看到线上白板了，对不对？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个叫做 AWW 的线上白板共用软体，这个可以让很多人同时在上面互动。它有电脑网页版，也有手机版，然后呢，它可以通过不同的平台一起来编辑这个东西，你在工作、课堂、线上会议都可以使用。好。那这个是简单功能，可以是清除，然后评分，另外就是邀请别人一起来跟你协作，然后开始可以上传到 Facebook、IG， 然后再来可以做保存。现在我们就要来玩这个 AWW。我刚刚已经开好了四个 AWW 的分组，然后呢，我想要帮大家做简单的分组。有看到这个界面吗？很简单，这里很直觉的操作，真的就是画，对不对？然后这边就擦掉，跟平常我们用的小画起来很像。然后这里可以打字，好 ，Hello。这里，然后呢，这边叫反馈。好，这一组呢，我帮大家扫好 QR code 了，现在帮所有的老师们简单做分组，可以吗？好，这一排的坐在边边这一边的你们就是第一组，好，然后坐在这一边的呢，你们就第二组，然后坐在这一边的你就第三组，然后坐在后面的老师们，你们就是第四组。然后每一组都有自己的任务哦，你们要扫一下各组的 QR code， 又要扫 QR code， 等一下我的任务很简单，就是我们所有的人，等一下你先扫上来，然后让你看一下，我再告诉你任务是什么。来，第一组的伙伴们，第一组的伙伴们，来帮我扫一下这一组。第一组的伙伴们，帮我扫一下，你们就会跟我进到同一个页面了。扫得到吗？这是第一组的，第一组，不要乱扫，这是第二组哦。第一组的你们扫一下，因为你要扫了，你的手机等一下才可以玩，你才有参与感，好了吗？太大不好扫，好。那没关系，待会可以离开位置来那个老师的电脑这边扫，有扫到吗？也可以走出来在前面来。接下来第二组的，换你们的。第二组，好，第二组 QR code， 麻烦第二组的老师帮我扫一下，有没有连到一个那个白板的网页了？是不是今天就让你手机拿不起一直用？平常也许想要把手机拿出来的不行。中音琴，可以吗？可以。找得到吗？如果找不到，待会可以来电脑。好，第二组的扫好了吗？Thank you.
样，好不好？耶、yeah, ，谢谢校长，你怎么拍手？你怎么来？好，来，那个小王老师，只有五分钟而已，这五分钟，请你们这一组，不论你们有没有要离开位置，反正就请你们这一组共同创作国安国小的校徽。